来自元神主播的祝福。今天下午拍毕业照，可以祝福你毕业吗？好，咱们祝木头这个小伙伴啊，大学毕业前程似锦，步入社会呢事事顺心，最主要的还是要开心哈。不管选择什么工作都要开心，一定要以开心为主，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啊。当然说你要是爱好女的，你可别选那种娱乐场所，就是正常爱好，正经的爱好，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爱好，明白吧？明白就行。毕业后准备干什么？毕业准备当男模，你要是女的我还挺感兴趣，男模有什么跟我有啥关系，你要是当个女模嘛，对吧？最近发我点照片，我看看你适合不适合。男的你爱当啥当啥，没什么，我喜欢女孩，我喜欢。照毕业照一定不要忘记的是，记得照毕业照的时候要站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旁边，最好我跟你说带着小动作，当她看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你，没准大学你就能两个人没准走在一起哈。我靠，原来是这样。凶神恶煞的表情，在搞什么东西呀、啊、在干嘛呀，搞什么呀，我生气了，看我这衣服啊，凶神恶煞的表情出来了，看到没，我这衣服好玩吗？这是我专门买的，以后我直播就穿这个了。真是帽子，快吃帽子，帽子。